你什么时候决定离开的？在上海的时候。所以那一次，让我先走，就是去处理这个事儿，是吗？那我可真是要恭喜你在上海，扶摇直上，大展宏图，横城万里，财运亨通了。 你是在跟我道别？这人说想见你。什么 ？XYZ 说他想见你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慢一点，干嘛呢，小杨？哎，我还没结婚呢，你悠着点行不行？哎，你从我下地守着你，你看着。 小云，你疯了吧你！你去哪儿啊？回礼！你回冲你回，你给我回来！晚上6点半，发布会庆功会。 告别式吗？这是庆功宴，这气氛呢？酒呢？啊，我们喝点酒吧。服务员，上几瓶啤酒。不好意思，各位来晚了。项目长，你去哪儿了呀？来来，坐这坐这。你终于来了。赶紧吃吧，赶紧吃。项目长，饿么快香死你了。来，弟弟弟。来。来，项目长，喝一个。 夏部长，你失踪这么多天，是去干嘛了呀？还能干嘛呢？这不是去上海替你们老大喊冤去了吗？啊？调查组不都调查清楚了吗？这要不是你们夏部长，他能走得那么光明磊落？走哪儿去啊？他没告诉你吗？你要辞职？ 都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提交的报告。所以你本来打算跟我说这件事的。哎呀，老大，你走了才好呢，在这破公司干什么呀？我说真的，我巴不得你们都走。要不是老大还在这儿，我早就想走了。高老师说的对呀，咱们公司的体系本身就很有问题，什么员工福利呀、领导派系，老大要走的话。 我也想辞职，我也这么觉得，除了休年假吧，不会都休不下来。对呀，每次加班就一句话，加班费的时候呢，又要这个证明那个证明的。老大，要不你把我也带走吧？行了。还有谁？还有谁要跟你们老大一块走的？你们现在提出来，一个都不拦着。不是项目长，我们不是那。 维林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你别给自己。你不是都要走吗？哪那么多意见？我负责任的告诉各位，维林离了谁都照样赚。但只要我在一天，就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一个人。项目长。 哎，老大，你看，你。
我不冷。你什么时候决定离开的？在上海的时候。所以那一次让我先走，就是去处理这个事儿，是吗？那我可真是要恭喜你在上海，扶摇直上，大展宏图，横城万里，财运亨通了。你是在跟我道别？不然呢？徐远石，如果你想离开，大可以大大方方的说，没有必要这样藏着掖着。全公司上下可能没有人比我更开心了。我这几天想见你，比陆东东难。我用不着费尽心思瞒你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小燕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公司的整改意见，我发你邮箱了。说的只有这些吗？是不是你让我孤单的原因？最亮的流星划过绚烂的天际，却没有落在你心里。说不定这